杀了他！没了辅助，天斗就会溃不成军。这是什么？这还是第一次看见荣誉的第八魂技——九宝神光护体，能够抵挡九次致命攻击而不灭。如果能跟其他武器一起使用，且每多承受一次攻击，神光就减少一分。我与鬼豹斗罗交过几次手，他的武魂是黑纹鬼豹，不仅兼具敏捷性和攻击力，其招式之诡谲凌厉更叫人防不胜防。只怕九宝神光已挡不住他的急速攻击。风之小弟，战场瞬息万变，叔叔千万要撑住。哼，竟然有这样的保命绝招啊！有意思，就让我看看你能挡多久。第八魂技，虚空之影。好快，他凭着第八魂技消磨了我的夺宝神光，再这样下去。你能蜷缩在其中多久？别忘了，你的同伴失去了你的辅助，可是有性命之危的。
好剑斗罗及时救援，蓉蓉重新归位。现在双方又回到了相互牵制的状态。武魂帝国的重骑兵团及炎龙宗、火爆宗的部队都被暂时压制。如果蓝浩王他们能进一步击杀敌方大将，武魂帝国定会元气大伤，我军攻破嘉陵关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如果敌军后方数以万计的魂师军团赶到，仍会对我方形成巨大威胁。现在小三他们吸引了大部分火力，我们正好趁势而上，彻底切断武魂帝国前后方的联系。有道理，我军可以从两翼包抄突围。传令，攻城部队向前，魂师军团随行，斩首出击。